次约会的地方在哪里？怎么办？酒吧。酒吧啊，对对对，酒吧酒吧。喝咖啡的时候，美式还是拿铁？美式。美式。没，你没就喝美式。吃饭的时候，炒饭还是炒面？炒饭。耶、yeah! ！女生鞋的尺寸。2.35。男生鞋的尺寸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老婆的星座？巨蟹，巨蟹。太过分了。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如果好天气的话，你要出去玩还是要待在睡觉？待在家睡觉。那如果养宠物的话，你想要养狗还是养猫？猫。第一次一起看的电影是哪一部？蝙蝠侠。哦，对，蝙蝠侠。好，那如果吃蛋的话，你要半熟还是全熟？半熟。半熟啊。哦，我都可以。是梦，好啦。对啊，你很难聊、欸。哦，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都不讲话，看起来很凶。我原本以为他好像脾气很大，都不太敢跟他说话。但后来发现他只是有点闷骚而已，然后说起来就是干话很多。在医院因为工作遇见了，第一眼见到他，我就觉得哦。长相都是我的菜，有电到的感觉。对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印象，第一次约会，因为很冷，然后他就借我穿他的外套，然后还有帮我买暖暖包，还不错吧？我也觉得还不错。我做过这件事吗？有啦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永远都迟到。哎。然后很爱试吃，大家一起去玩，像去金山老街嘛，一整条路他走进去，然后吃了一边，然后再。S 型走回去再吃一次，然后每一间都说吃完再回来买，然后说没有一间有回来买。长相，眼镜可能度数不够，好像没有看清楚。个性啊，就他那时候一开始有点吵，我没有很温柔，但是很活泼，他很爱笑，而且很会讲话，很会讲话100分，这样子就不会无聊。哦，从朋友在一起，哦，就是有一次他发了一篇要回医院工作的文，他就po他的识别身上来，我就说你这个照片也太正了吧，证明他觉得本人没有那么漂亮，是吗？这是你的解读，可能因为你平常都蓬头垢面，然后后来就借由 Instagram 会聊天这样，聊天完才约出去吃饭，然后就去酒吧这样，好像是我约他的，我怎么觉得是我约你的？哦，真的，好像就他约我的。而且我一定要说，明明就是一起工作了2个月，结果那2个月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讲话。我们后来那一群一起去中心医院工作的人就说，哎，好像很久没见了，不然各一个多月要不要再聚会一下？去宜兰吃烤鸭，好，因为我们两家住很近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说，不然孟前就去摘星影好了。我们就偷偷先去吃烤鸭，之前就去爬抹茶山。我不知道谁脑袋撞到我去爬抹茶山。然后就我爬到超崩溃，然后一路上还有那个阿妈就跟我说，加油，快到了。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爬过山了。是啊。然后后来吃完烤鸭，然后我们就偷偷跑去看夜景，然后没有让其他人知道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就很过分啊，他就说手都牵了，然后亲了，抱都抱，然后他就是死都不告白，结果他就白色情人节就约我去看夜景，他还买蛋糕，而且我这还铺陈了一段，就我还跟他讲说，哦，我干妈说我今年一定会交到男朋友，你觉得这个我干妈的预言有准吗？还是不告白哦？后来是我自己问他说，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他说他以为不用告白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告白？你看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我们等一下要去登记，这是你单身的最后2个小时。登记完跟登记后会有什么差别吗？这样以后如果你生病，我可以帮你签拒绝急救，我可以帮你下任何的医疗决定啊。你确定我都会帮你下正确的医疗决定吗？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去拍张好一点？我想对对方说什么，就是感谢这2年来的照顾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，或者是拿到菜单，常常都要想很久要吃什么，那吸引他就会决定好。然后另外还有我们都要值班呐、啊，那他都会把我们值班的每一天都写好放在日历上面，这样子我每天就不用再去翻那个自己的值班表。这个小秘书的功能，就是、在我生活上也帮助我非常多。然后还有他就很体贴，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都看得出来，然后给我心理支持。
所以只要感谢他过去将近两年来的体贴啊，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的保持下去。虽然我们的就身份证上面多了对方的名字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相处模式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。对，我们虽然已经是成为对方的习惯，但是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蜜月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啊，希望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吵架。好，加油。对，心要加油，胃要加油。我想对孟谦说，就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可能不需要结婚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，有没有人在身边陪我，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差。但我觉得跟你交往之后，我就发现其实生活的大小事，有人可以分享，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而且我是一个就是情绪比较多的人，但还好有你在我身边，然后都可以承接我的每一个情绪，那我觉得这样好。我也觉得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每天都过得很幸福。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就是好像没有交往很久，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之前就有看过一段话，他说结婚是你这辈子唯一可以选择家人的机会。那我觉得可以跟你变成家人，应该会是一件很快乐、很幸福的事情。虽然可能结婚之后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如果可以跟你一起冒险，那这样的挑战我愿意继续走下去。十年后的希望，希望有多一点一起放假的时间。希望十年之后下班每一天回家，不管多晚都会有人等你下班，然后即使工作再忙都可以一起，每天或两天都可以一起吃一顿饭。希望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会因为每天要吃什么不知道要吃什么，然后这件事情可以互相一起讨论，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希望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件快乐的小事，结婚之后会依然是快乐的小事。希望十年之后你还会每天都记得跟我说晚安，有温度。拜拜。